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先生。那今天我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 LED 灯泡。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普通的 LED 灯泡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锁在台灯上面，有一个开关，一打开就亮了。关，就关，再开还是长这样子，这是白光的嘛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希望它亮度的或是颜色可以改变。那我们可以去买一种可以调光的灯泡。这个就是可以调光的。那怎么调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按一次。一样是白光。再按第二次。黄光了。那你可以依据你的需求，来调整这个光线的强弱，还有颜色的变化。那像这么暗的话，来当小夜灯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那今天为各位介绍可以调光的 LED 灯泡，希望各位呢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。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，也别忘了订阅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